那块有人，是个卖那个什么的，卖个土豆的、地瓜的，肯定不是。我就搭个边，大哥，边也没有，你赶紧挪走啊！没有，这你家地方是啊？肯定是我家，不是我家地方能连你们吗？我拿走吧，别搁这磨叽了。我他妈也不是租号的。朋友们，早上好。三点多钟我就醒了，现在是四点多。昨天担心的事儿没有事儿了，核酸证明我有，我在那个健康码上查住了，我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没有事儿。但是早市现在好像是全停了，道理昨天是全停了。我想去消防的锅炉厂，但是消防锅炉厂嘛，我没有电话呀，我去年留的那管理员电话打不通了。哎呀，我计我上哪儿呢？我刚才问了一个摆摊的姐，她帮我打听，帮我问呢。啊，我等一会儿有信儿的话，要是能出的情况下，就上消防。消防要是不能出啊，我就得到外等一等吧。啊，看来早事儿啊，够呛了。哎，你好，姐，那个咱的早事还租号吗？我卖春饼，那个锅炉厂早市停没停啊，姐？没停，我今早租出去了。啊，今早没停啊？没停，过了。啊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姐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了，打扰你了，姐。哎。咱得赶紧往那儿撩啊，朋友们呐，啊！道里、南岗、道外早市全停了，这锅炉厂啊，不得挤猫样了哇？不知道找地儿能好找呢，咱是4:50能到哪儿，赶紧往那儿撩啊。这帮摆摊的今天来的真早啊，都啊哈！哎呀，不知道咱能站的地方啊。还行，我瞄着了，咱要站那块地儿没人，挺好啊，就在这儿干了。不让出了，大哥。不让出了。这早市停了。对。这我刚打电话，早市刚打电话问完说让出啊。谁让租的？我打电话问那大姨了，大姨说的他号都租出去了。有个大姨租号，我问他了，他说号都租出去了，锅炉厂正常。那你这上哪儿出去？我这就找边啊，不让出了。哎呦我操，白来了。这啥时候通知不让出的，姐？就是今天呗。今天早上通知的。嗯。啊？嗯。刚通知完呢。昨天晚上就通知了，那你上哪儿出去去？这大姨是真头子呀，这大姨呀，啊，这啥给咱整的嘞？他说等号租出去了，这骗咱呢？啊，昨天晚上就通知不让出了，他把号租出去了，这啥人呢？这是。十来回26公里啊！大哥，你这旁边有没有人？不行，不知道这玩意儿我整不明白呀，我这都听人家的。你问谁了？我就在这摆得了。你卖啥，大哥？我卖包子。那行，咱俩正好都面食，我是春饼，我就在你这摆得了。我说了不算啊。啊？说了不算。赶紧换地方啊！跟谁说呀，美女？你这不让摆啊？你这摆不了。啊？咋摆不了呢，大哥？你问他人地儿。谁地儿？我就一个小桌，大哥。不是，我这摆这个边上，我车都开过来，大哥。不行，拿走，那块有人，是个卖那个什么的，卖个土豆的、地瓜的，肯定。不是，我就搭个边，大哥。边也没有，你赶紧挪走。啊？没有。这你家地方是啊？肯定
肯定是我家，不是我家这我能撵你们吗？走动。没事，二哥，你说放哪？你就搁这，搁这吧。你来了，你就得不好。拉走吧，别搁这磨叽了。我那，我他妈也不是租号的。你们几个搬那边，好了好了，这一空了。这用不用他们再往那么匀了？对，往那边来，往那边来，来往那边来，他还牛逼上了。还大道地方，哪是他家地方？这啥玩意？哎呀，你这一大老人，操！哎呀，这阿姨呀、啊，这阿姨呀、啊，这阿姨呀、啊，是给咱坑苦了。这阿姨呀、啊，一会儿看看就在这儿摆吧，不知道让不让呢。你卖啥呀，大哥？送货的。啊，送货的。我寻思你也摆摊儿呢。啊？那早市停了。送完货就走，送货的。刚才咱是在那面那窝挺好，那窝那面全是摆摊的，他不让啊。在这儿吧，在这儿一会儿照着照着吧，还让不让摆吧？大哥，我这边摆，我那边摆行。我在这边摆一会儿呗。啊？往里去，往那边去。往这边去啊？那边去，往那边去。这边不行了，都不行啊。没事了吧？有事了还得上你院小老车儿。往那边去没人那边啊。哎，大叔啊，咱那早市让不让出了？出呢？让出啊。你那地方租没租出去啊？啊？你那地方租出去了吗？我没有，我们可以使呢。啊，自己使了。啊。啊，就是中兴街没停呗。行。啊，我说中兴街早市没停呗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啊，那行好，谢谢哎哎哎。嗯哎。终于有一片净土啊！咱上中兴街，朋友们，大叔不能骗咱吧？啊。哎呀，这大阿姨呀，一大早的呢，给咱折腾锅炉厂去了。那男的说话不中听，还磨叽，赶紧开走。我现在脾气好了，要搁我以前的脾气，我高低我跟他撕吧撕吧。跟谁俩呢？是不是？啊？哎呀，行啊，以和为贵吧。上中兴街，希望能顺利啊。不知道能不能好找地方呢？完了，又上当了。这老头又给咱骗了，这南岗也出不了啊！啊，这一大早的，这是咋的了？这是？早啊，大哥，不让出了。啊。我刚打电话问完呢，说让出，那老头说的。不可能的事。啊？不可能的事，哪个老头告诉你的？我打电话就租号那老头啊，他说他干着呢。他醒醒了。哎呦我操！多少钱？号问租的，你让你上那去站，你看他，你看站不站就完了。这啥人呢？我操！糊着人呢，不可能的事，都在这嘎摆着呢，都是老这帮人都过年的市场人了。你看看是不是微信又改了？对，你问他说改了，他整错了。我在这摆行不行？不可能，那能让你摆？我不管那玩意儿，我不管。他这没地方了。那还有啥地方？啊？那，妈来都难找啊！拦，哎，我在这车控这块行不行？都有人。这车控这有人啊？那还现在你还能占地方呢？完了，卖春饼。春饼啊？啊，那就摆呗。前面你还有摆的吗？我前面他都摆上了。我赶上我他妈摊大，咋的？市场不让买啊？市场里边不让摆了。是市场里面不让摆了。嗯、那这块儿城管能管吗？这点儿？谁知道了？哎，这摆这块也够呛啊，没人啊，这家伙，这都是摆摊车吗？全是。啊，这全是摆摊车。
一会儿我看看就在这儿摆得了我。这一大早的，真他妈生气，啊！这大姨这大叔啊，是真坑人呢，气死我了！这啥人呢？这是啊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还城管还管，这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？